爱无限。假说假假也不像谁真爱，我能给的安全感也有满，原本的孤单已变成我这个人下决定很难，但是一旦下定决心，就绝对不会改变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都不会轻易动摇。所以你不要担心，我会在你身边，永远。我的生活很辛苦。不喜欢贫穷，参加赌博拳赛是因为短时间之内我可以拿到很多钱，可是拿了钱之后，我才发现用卑鄙的手段去拿钱比没有钱更痛苦。不知道人还会犯一样的错，但知道的人是不会再犯的。可是偏偏就有人明知故犯，一再犯同样的错。不然我请教您好了，如果我让你确认不会再犯同样的错，你愿意让我跟瑞恩交往吗？你可以给我多一点时间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配合的你做。因为如果你不给我时间去展示我的真面目，那就表示你这个言行不一的人。不信我 baby，不信我贫穷，你才会白痴我。我希望我可以相信你是有言行一致的人。啊，这小子不好对付。馆长，你在搞什么花样啊？再忍耐一下啊，等待一下。人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音乐 ，Cue。
推荐你去巴黎学美术时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因为我不要去。学校推荐你去留学，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，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去登？爸对你很失望。到底跟景浩说了些什么？我对他更失望，这么短的时间他就向你告状？不是他说的，是明硕哥讲的。没想到爸居然会这样，叫我喜欢的人出去偷偷侮辱。我什么时候侮辱他了？你一定叫他不要跟我来往。看你满口慈善事业，还有免费医院，结果呢？知道我要跟一个穷小子在一起就不开心。过去我看到的究竟是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什么叫做你以前看到的究竟是什么？这谁教你的？对不起，我只是因为你跟其他人的爸爸不一样啊。没有不一样，为了女儿的前途，我乐意做跟任何人父亲一样。爸，明天给我去办手续。不要。你逼我把你强迫送出去吧！没想到你竟然那么庸俗。什么？你知道在我眼中你现在像什么吗？你根本就是一个伪善者！你说什么呀你？我家干嘛？门又没有锁。不是这个意思啦，你是晚来干嘛？我想要跟你一起睡。什么啊？你一个女孩子怎么那么大胆啊？一个人跑到独居男人家里，你快走啦！不要，我就是要睡这里。哎，你是疯了吗？哎，你快！就是要睡在这里。哎，你是疯了，要回家啦。高山
大海一样的辽阔。我以为他可以接受我所有的想法，包括我喜欢的人，可是看起来好像不是那样。你不相信我吗？跟你说过不用担心，你还是来冒险的挑战。用这个方法，父亲就同意我们在一起。秦浩哥，我只是……你想怎么样，我都可以成全你。我可以留你过夜，然后明天厚脸皮的跟你爸说我睡过，再请他答应我们在一起。如果这是你希望的，我可以成全你。你明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？我都在想世界上令人厌恶的东西，臭水沟里的死老鼠，夏天空气上人挤人的汗酸味，或者是莫贝圆周率3.14159265358979。我不这么做的话，我的视线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你。我忍耐不住，想要拥抱你，死命不放，疯狂的吻你。对，我就是这么迷恋你，我的渴望对你不只是拥抱还有亲吻而已。却从来不觉得特别孤单，思念在所以拜托你不要半夜闯进我家，我怕没有人可以阻止我，懂了吗？还有，在其他方面，我也是不太好的，所以我希望我多留一点时间，让我真的跟你爸当一个肩膀，请你相信我，跟我一起努力，会给他一个好的印象。所以现在，你乖乖的回家，好吗？你曾牵过的手心，露出爱的痕迹，彩虹告别雨滴，是你给我勇气，坚定告诉自己，要微笑走下去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关于留学的事情，算了，下次再说好了。晚安。晚餐慈善竞标活动，今年被选中的名人就是素有企业界圣诞老人之称的宋万基董事长。慈善晚餐的日期定在本月的30号，从25号开始，竞标者可以透过 Good People 的官方网站下标，得标金额将全数作为贫穷国家小朋友的教育基金。
业人士共襄盛举。年轻人，我肚子好饿哎。原来瑞恩的爸爸在七界是没有分量。我好饿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最全罢了。我好饿，吃东西吃东西。爸过得很好。我吗？我在收集教师真实的资料。是哦，好像很忙的样子。那我明天再约好了。不行。啊，明天也没空哦。对啊，因为我今天就要见到你了，我明天还要见到你。好啦，那你去忙，晚点见，拜拜。拜。哎，明硕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才来一下子而已啊，怎么了？刚刚跟景浩在讲电话，看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你如果羡慕的话，也可以好好谈一场恋爱啊。所谓的好好谈一场恋爱，究竟是怎么个好法啊？就有活着的感觉啊。活着？嗯。你不是一直都活着吗？把你以前是什么？死人啊？如果跟现在相比的话，以前的确像死了的。来，给你。这什么？宵夜。宵夜？对啊，你今天不是要值夜班？宵夜不是晚上送的吗？那么大白天要送过来了。晚上要约会呀。哇，真的很令人倒胃口啊。明硕哥，其实真的要谢谢你啦。如果你没有跟我讲的话，我一定不知道我爸会有那种反应。谢谢你愿意支持我们，让我觉得勇气百倍。拜拜。刚不是才吃过午餐吗？是啊。那这样你还吃得下？我觉得很可惜。什么？这可能是最后一次。我想趁他还没快乐之前，把这个便当全部吃完。急什么？有没有人跟你抢？活着是活着，什么叫做真的活着呀？真是可笑。这台虽然小，不过性能还不错，使用方法就跟刚才说的一样。谢啦。想要习惯操纵方式的话，就多练习几次，多拍几次，知道吧？嗯。来来。谢啦。好。说声嗨，其实是想看你在不在门外，并肩走着走，小心跳开始加快，勾勾切切丝，一两小中午你在干嘛？没错呢，我想当运动走一走啊。嗯，你说嘿，今夜好吗？哇，那个我看起来好胖哦。哪有，明明就很上镜，好不好？自己看啊，给我看。那我不给你看，我给你看。不要，给我看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哦，不用拍了啦。
屁股很痛哎。哎呦，我好心疼哦。地板被松人撞坏了，不动不动，有没有裂开啊？哎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都跌倒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动不动，来扶你起来。还我啦！哎呀，玩呐、啊！哎，不要拍我啦，走开啦！哎，梁景浩先生，现在想要请教您几个问题，请老实的回答。请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宋瑞恩小姐？让我永远牵着你。想要请教您几个问题，请老实的回答。请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宋瑞恩小姐？快一点回答，现在是真心话时间。下次还是自己开车好了，不要为摩托公车，这样麻烦。不会啊，坐公车、穿球鞋或者跑步，这些都让我发现阳光很温暖，而且风吹起来也很舒服啊。不用自己开车的话，还可以一直看着你的笑脸，觉得很幸福啊。啊，对了，刚的光碟给我保管。那间位于巴黎的美术学校不仅宿舍好，为世界各国学生所安排的课程也有很好的评价。开课是在五个月后，注册则到下个月截止。知道。还有董事长知道竞标金额的事吗？对啊，竞标金额已经超过史上最高纪录了。是吗？谁啊？这是个讨人厌的家伙哎！康宝，我就说不行嘛，你才出20万，还想跟人家争？对象可是宋万记董事长哎！你在说什么？哦，就是那个和名人共进晚餐的竞标活动啊！我原本以为我自己出的价钱很高，就没想到还有人出的比我更高。怎样？你们愿意参加竞标？我干嘛竞标？我跟宋总几乎天天在一起吃饭呢。你不觉得这小子啊，比那个为了吃一顿晚餐而花了120万的家伙更倒胃口吗？对啊，120万。林帅，帮我看看这个花怎么样？这个花啊，两年才开一次花。我把它送给宋总，他一定会很高兴哦。妈，是你吧？嗯？说什么啦？哦。看来我妈好像很有钱的样子嘛，就这么想跟宋总单独用餐啊？在说什么啊？单独用餐？你是宋总约我吃饭是不是啊？就那什么晚餐竞标活动啊，那不是你吗？
哦，那个我也听说了。哎，你会觉得宋总真的很厉害，有人愿意花120万跟他用餐，这个人真是太有眼光了。这什么叫有眼光啊？就为了吃一顿晚餐呢，要花120万呢，这像话吗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反正是要用来做慈善的，我觉得很有意义啊。没听过为善不欲人知吗？那做善事一定要这样到处宣传啊！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活动哎。好了，不要再喝了，最近真的喝很多哎。我无所谓啊，反正这个世界让我觉得很烦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爸，带这一条啦，今天进庙之后不是有很多媒体吗？哎呀，这个颜色真的比较搭啦，你就听听我的嘛。有人不听我的，我有什么听他的？这次的竞标引起不小的话题性，大家都认为是因为宋董德高望重，受到大家敬仰的关系。说哪里的话，应该是大家对 Good People 所举办的公益活动抱持了良好印象的关系啊。请问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德标人要求的，至于理由嘛，让他自己说比较清楚。是吗？那我真有点迫不及待想见他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那我们就欢迎他出来咯，欢迎今天的德标者梁景浩先生。现在网络上正在直播，你赶快看，现在马上哦，景浩要我7点整打电话给你，已经晚了2分钟了。这一次得标的金额超过120万，原先我以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企业主，没想到是如你这般年轻的家伙。我想你刚毕业没多久，怎么会120万？我不是一个人，现在的我并不是一个人。为了筹到120万，我召集了12000名网民。现在这顿晚餐，再用现场直播的方式，传播给所有的网友们看。宋董事长的经营哲学和企业家精神，一直深受我们年轻人敬仰。我们很想跟宋董事长学习，当面跟您请教。没有很多的钱来参加竞标，对，我没有钱，跟很多的年轻人一样。可是我想告诉一些跟我一样的人，就算没有钱，你的梦想也不会被限制住。我们的可能性是无限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景浩，你讲的实在太好。我上网寻找和我拥有同样想法的人，想让每个人赞助500块。竞标截止之前，我们就聚集了52000人。
现在的我还得他们出来认。所以宋董事长，现在的你不只是更危险的人生，而且一万两千人，哦不，应该说是超过这个数字年轻人心的。跟这么多人一起用餐，应该觉得高兴。什么嘛，早上我也捐100块，你搞的20万居然会输给100块，蛮经典的，是我最感动的一次。过去从来没有人用这么有创意的方式参加竞标，这样的方式更证明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付出无限的爱。还有刚才两位用餐的时候，仍然不断有网友持续响应，截至目前为止的总得标金额已经累积到了215万4300元，想必这样的金额绝对会变成传说。有种面貌，以后有机会我是能给你看到。好，来，秦墨哥，怪，那应该看看现场直播啊，怎么又打电话来了？我还以为你为了驾驶证是在做准备，没想到你居然是骗我的，你这人怎么那么狡猾啊？你等多久了？出事的时候就到了。什么啊？我宋瑞恩啊，从出生的时候就在整个良心岛，直到现在才遇到。那你呢？你等多久了？我啊，哪知道，从宋瑞恩还没出生的时候就一直在等他，直到现在才终于遇到他。而且谢谢你，今天我男人超帅的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我知道错了，爸。我知道爸为了养育我付出多大的爱心。我真的会当个乖女儿。所以就是你相信我这一次。让我跟景浩哥在一起吧。哦，爸，有这么可爱的女儿，能不能原谅她吧？
好难过、哦，那么快就到家了。不然我们一起走回去。虽然我很想，可是我舍不得你太累。对啊，今天真的有点累，谢谢你哦，回家小心。那边的抢走，不放心你自己回去。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真的不去法国留学吗？对。可是你明明知道，那对你来讲是一个最好的机会。我如果强迫你呢？爸，我人生中最好的机会已经出现了，那就是梁景浩。现在我最在乎的、最需要的就是梁景浩，他就是我的机会。这个倔强的脾气到底像谁？来，老爸认输了，再来过来。你说嘿，今天好吗？天空蓝蓝像海洋，雨是可口棉花糖，吹吹风沙吃点野糖。你说嘿，今天好吗？这首歌我们一起唱，日出夕阳到月光，也能靠在你的肩膀，点点头大声唱 I love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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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love you。 瑞恩因为你而放弃留学，你知道吗？是爸他逼我去的啦，我本来要跟你说啊，只是没有机会。我想问你，你做什么决定？爸，你先不要说话，你告诉我，你会把握还是会放弃？我认为应该把握机会。景浩哥，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跟我说呢，你明明这么会画画，有这个机会，干嘛是个笨蛋放弃他呢？我在这里可以画啊，我不用留学一样可以成为名画家。瑞恩，不要不要啦！如果一定要拆散我跟你，那我自己一个人去留学。你们两个一块儿去，一起去巴黎留学，怎么样？
我需要一个可以跟工人一起为我延续梦想的人。如果你的人生目标不只是当体育老师，你可不可以考虑跟瑞一块去留学，可以吗？宋董事长。啊！天哪！你的意思是，你们两个要结婚了？阿姨，秦浩哥，这位是明硕哥的妈妈。您好，我是梁秦浩。我知道，我认识你。我看网络直播之后，现在我也是你的粉丝。没想到你本人更帅，头脑聪明，口才又好。宋总，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你看，你就瑞恩这么一个女儿，让她早点结婚，早点生孩子，你也可以了一桩心事啊。不是，他们只是去留学，不是要结婚的。宋董，瑞恩是你亲生女儿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他们既然要出国留学，当然要先结了婚才行。没办法一起期待未来，我跟你的未来不用猜也知道。这可是你说的吧？结果说的对吧？未来怎么样，没有人会知道。你干嘛？从刚刚就一直闷闷不乐的。爸不是答应我了吗？我只觉得一切太突然。太顺利了，反而感到有点害怕。放心，我们的未来除了幸福，就只有幸福。婚纱杂志了吗？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想再结婚啊？如果人要娶我，当然嫁了。人总是要找一个伴的。那这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 ，OK？ 哎，你看这个教堂怎么样？真的假的吗？你要再结婚了？你跟谁啊？你真的很臭哎！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喝很多？真受不了你！人家瑞恩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连个正式女朋友都没有，长得一表人才，真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妈，你说谁要结婚？你先不要吵，等我打完电话再说啊。喂，我在杂志上看到你们的广告是这样子的，我想你帮我安排那个婚礼的时间。对，因为新郎他们还一个月就要出国，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越快越好啦。所以呢，这点时间考虑了。考虑什么？你吃饱撑的，有什么要考虑的？我先为我爸考虑啊。你老实说，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有人出钱送你们去巴黎念书哎，换作是我早就答应了。还要拳击手套吗？我想跟这位朋友比一场。我们是职业级的，不跟一般人打。哦，所以是要赌博的拳赛才愿意比，是不是？什么嘛！这家伙讲话真令人生气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比啊？让我永远牵着你的手，让我永远牵着你的手。还有拳击手套吗？
想跟这位朋友比一场。我们是职业级的，不跟一般人打。哦，所以是要赌博了拳赛才愿意比，是不是？什么嘛！这家伙讲话真令人生气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比啊？给他拳套。啊！现在后悔来得及。你如果是在消除压力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安排其他对手。你是开玩笑吗？你以为我来这里是为了谁啊？我不知道，搞不懂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瑞恩。就只有这点能耐，就是打赌博拳赛啊！我差点忘记了啊！你的拳赛从来就不是为了要打赢的，而是要打输的嘛！多小时？什么？已经打了两个多小时？起泡也就算了，这小子长这样子，有办法撑那么久？景浩都在闪躲，没什么攻击。要是他认真起来，早就结束了。可是要在场上撑两个钟头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？竞标计划根本就是你计划那接近瑞恩的手段。瑞恩不能交给你这种耍手段的家伙。什么呀，瑞恩？瑞恩早就是我的女人，好不好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比赛还没结束呢。比赛早就结束了，你还扯后腿，太不要脸了吧！扯什么后腿啊？那小子是找死啊！你最好不要想啊，要不然我把你要不然呢？啊？怎样？读书或把马子，要是没有毅力的话，这是不可能成功的。
哎，我问你，月恩是盛外记董事长的女儿，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不知道瑞恩是宋董事长的女儿，我知道他家应该很有钱，那家看起来很大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才故意接近他。不是故意接近他的，是因为我爱上他了。什么爱不爱，真是烦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相信，我相信的是瑞恩，因为他说他爱你，所以才放过你。如果你让我感觉到有点不对劲，那就不要怪我。不要怪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会把瑞恩抢回来的。你不是不喜欢瑞恩吗？现在我喜欢了。是真的吗？怎么了？你害怕了？今天的事情要保密，知道吗？当然。我走了。哎，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你刚说你喜欢瑞恩，是真的吗？希望你跟瑞恩结婚之后，可以好好善待瑞恩。结婚？哎，结婚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没跟我们说啊？你这小子竟敢抢在我前头结婚！看我放不放过你啊！哎，快结婚！结婚嘞！你有那个信不信？信不信我打你？结婚！差点以为要死了，这家伙准备要我们打，我怎么那么痛啊？我好像痛死。啊，今天这么早睡了？喂，对，你怎么会来？我来求姑父答应我们结婚啊。什么啊？祝你们结婚快乐，祝你们结婚快乐，祝你们结婚快乐，祝你们结婚快乐。干嘛带我到这里啊？妈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你喜欢吗？伯母你好，我是瑞恩，下次会穿更漂亮来看您的。一起去巴黎吧。景浩哥，还有结果。
什么需要吗？请问有求婚戒指吗？有啊，这边都有最新的款式，可以先参考看看。好。是的，景浩同学，你的帅气真是太多元化了。叫我景浩就好了。好，哎，你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够清醒，娶个老婆，安定下来？前两天跟人家打架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也不知道是哪个讨厌鬼把他打成这个样子。人还没好啊。宋总，你不说你今天很忙来不了吗？孙董事长，我挪了点时间过来。嗯，很帅气啊。谢谢。新年来了。你不说你今天很忙来不了吗？孙董事长，我挪了点时间过来。嗯，很帅气啊。谢谢。新年来了。哇，瑞恩你好美啊，好像天使啊。崔健说留在这儿，谁家的女儿这么胡扯？可以原谅我了吗？我痛苦这么久了。现在我女儿要见我，我想忘了这一切。爸，你干什么你？你这么鲁莽，将来嫁出去啊，保证让我丢人。对不起嘛。走。你带了吗？嗯。推荐书。忘了带。都我爸害的啦。为什么？我早上本来要去他房间拿，结果被他一吼，就忘记。他吼你，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吗？不知道哎。怎么办？明天再来哦。都已经出来了，就今天办一办吧。我陪你回家拿。东看西看的，不用紧张啦，这时间家里没有人。所以呢？什么？
不是都没有人在吗？对啊，都没有人在啊。宋瑞恩，我看你开车被圆周率了。什么嘛，你很讨厌啊。喂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还不是你害的。纸巾在哪？不要，这好黏哦。我去换衣服，你帮我去我爸帮你拿推荐书。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天龙哥他不见了，万一他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办？你冷静一点，你没跟你爸说吧？我不敢讲，我怕我爸听到我会反对。
那你有没有问他道馆那些朋友呢？他不在道馆，也不在家里。啊，先不要紧张，今天晚上我们先等一等，如果明天早上再没有消息的话，我们再报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上车等啊，来，来上车。梁景浩这小子，叫他善待瑞恩，就还没结婚就这样，混账！最贴切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啊，原来你没有在听我说话哦。对不起，我太紧张了。你不要紧张，这次去跟爸爸见面，就是探望他，送个见面礼，不要太拘束了。好想宰了，好想拆掉他的笑脸，好想为我
你的家人保守。如果你不是瑞恩的父亲，如果不是这样的孽缘，钓鱼，好玩，再来一次，红了，看，红，好玩，再来一次，你知道什么叫痛苦吗？过去的这些日子，你有感觉痛苦过吗？拜托，告诉我你有痛苦。告诉我你也很难过，因为一场车祸让你内疚的生不如死。告诉我你是好不容易才勉强撑到现在。再来一次，景浩哥。告诉我你也很痛苦，我姐大的。告诉我你也很难过，因为一场车祸让你内疚的生不如死。告诉我你是好不容易才勉强撑到现在。再来一次。景浩哥。老板，林家公，景浩去留学，我会常来看你的。爸。景浩，你尽管放心去留学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爸爸的。林家公，为了感谢你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，我带了礼物送给你。礼物？你穿穿看适不适合。好热。这不要钱，这是买给你的礼物，从现在开始它就是你的了。真的啊，真的很合适啊。我要尿尿。那你是谁？哦，我来跟他讲。没关系，我来尿啊。我是美颜厂的啊。你就陪着就好了。快点，我要尿，走。感动吗？不过啊，梁景浩先生，我们下礼拜就要结婚了，你是不是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？哎，你这家伙真的很差劲哎，还没有求婚就想要进礼堂啊，真的很令人火大，我赶紧逃婚算。来。
应该可以谅解吧。就像对你来说，没有妈的世界就像地狱一样，对我来说也是如此。两次，就这一次，请你原谅我一次吧。在现场发现了这双皮鞋，还有梁福成先生的身份证。我不相信了，我爸要没有死了，是他怎么会自杀？是五年前，你撞死的人就是我的父亲。为什么一天都是瑞的父亲？你如果不是瑞的父亲的话，我早就杀了你啊！月下老人的红线，是你连接着我的。如果你回到还没遇见你的时候，回到还没爱上你的时候，景涵，景涵小姐，我好喜欢你，我爱你。虫鸣鸟叫声倾听，风筝绕翔在天际。燃烧希望，生生不息。爱情像从此摆明，跌倒也没有关系，给自己拍手加油鼓励。就算是我独自看着远方，却从来不觉得特别孤单，思念在最美的段落停格，像天使的羽翼保护我，彩虹落下雨滴，眼泪清澈透明，你曾牵过的手心，露出爱的痕迹。